老师，我们刚刚讲到陈达，讲到陈达，我们就会想到思想起这首歌。老师刚刚也提到，他其实就是当年云门的新传用的就是这首歌，对对对，也让很多人再重新认识哦，陈达。嗯，老师可以唱一下他的思想起吗？哎，没有问题。那、其实恒春调他最经典是他的 pick 啦。那個、他早期他们像陈达，他是拿一根尖尖的，对吧？他是一根尖尖的。他们讲说，当初应该是鲨鱼的骨头啊，鲨鱼骨头或是托罗，有吗？托罗的骨头，那前面那个尖尖的来弹。哦，那后来到后来，张文杰他们就到陈达，他们的就是把牛奶罐，有吗？上面那个盖子的边边，然后尖尖削成尖尖的，哎。好、啊，所以才黑啊，对 啊， 對啊，所以它会很快，就是说呢，啊，嘿，是啊，想啊去。世界大是天甲地，第二界大是个老母亲老娘的。不是哪里甲想详细，哎呀喂，哎呦喂。一、那个骨头是老爸安尼，目屎的老呀，来做伊妈，才来一啦，酒单你着好诶。阿君啊，为阮努力，哎哎哟阿喂，哎哟喂，伊、那个十二月寒冷才来，不知寒你着哎哟。老师，这个也是完全你自己的曲风，其实也已经跟其他的老师是不一样的，对不对？不管是陈达老师，就是、或是朱丁顺老师，都是每个人玩出来都会不一样啦，都很即兴啊。自己的个性加上对对对对现场的情境，像我朱丁顺老师啊，像我老师就是他就比较温柔，他的东西他会比较温柔，像我会比较像陈达。这样狂野，你知道吗？对，刚刚听得出来。听得出来，我比较狂野，哎呀，对，他非常自由，对对，很自由。那我师傅他的那个恒春小调就是这样。Thank you.
完全不一样，对，两个不一样。对，老师自由狂野的个性，其实从老师今天穿的衣服跟鞋子看得出来。我们刚刚其实录影之前，老师是有穿鞋子的，然后老师刚刚忽然跟我说，我刚刚吼要穿千拖比较适合，那不然我们干脆就把鞋子脱掉了，就真的脱了。嗯，我比较自由啦。那像我那每个师傅的个性也不一样。嗯，所以拍业有一个东西叫自由啊。嗯，而且你刚刚从头到尾。你有办法算拍子吗？没有办法，没办法。他都很即兴，嗯，好像我刚刚唱歌来也都很即兴，因为乐琴的歌来戏，它不像是一般说大家要对谱啊，要在那个有很多人伴奏嘛，他一他都是一把自己在玩比较多嘛，对，而且他就很随性，而且都没有拍子在走了。嗯，老师可不可以跟我们谈一下，为什么你觉得乐琴的传承这么重要呢？我刚刚我们刚刚讲已经讲了歌仔戏嘛，又讲了恒春调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南管也是啊，那等于是南管，嗯，啊，还有一个是北管，北管，对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都是经过演化过来的，嗯，啊，所以南管到台湾来了，他用乐琴来玩，还有另外一个味道出来了。有没有像古琴？嗯，有。有一个温婉的，对，一个温婉的气质。好，你看，对。噔噔哒滴滴哒滴噔噔噔叮噔滴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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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滴我在什么时候？我细汉戏的时阵，南管布袋戏看到了，就是这样弹。味道完全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对，我其实刚刚想说，我们今天不要访问好了。我觉得我们今天就让陈明章老师从头弹到尾。你看，我小时候四到六岁，那时候是台湾文化那个最兴盛的时候。我们家在市场旁边，一年至少有300场以上的戏，300场以上的戏，都是歌仔戏、布袋戏、客家戏、嗯，评剧，对，都有，都是野台，